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哦，欢迎我们那个疫情团的团员。就是我们2007年的冠军，那他的很多作品都在我们 ADA 那个国际的比赛里面得到很好的成绩了。那 Tony 也是 ，Tony 是每一次我们去日本 ADA party 的时候，都是辛苦他就是举办的活动啊，带我们去到处去走走这样子。哦，那他是日本通啊。对，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他们哦，也是可以说可能世界上我们第一次请到他们来给我们做一些他们的分享。那因为其实还蛮仓促的，所以就是只有那个我们先用口头一些分享。那如果说等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哦，随时可以来前面跟他们请教，或者是等一下我们会留比较多一点的时间，然后让大家有问题的可以跟他们一些来互相交流一下。那他们也有带他们的作品集5本哦。那个现场你们如果有还没有购买的人，然后可以在现场购买，然后有他们的作品你们可以请他们签名。好，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 Dave 是第一次来到台湾啊，不过他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再去好好的去到处去走走这样子，有点可惜。好，我希望下次他再来的时候，我再带他去到处去走走看看。好，那我们就请他们分享，谢谢。他放在这里啊，你又看不到他这里。大家好，我是香港CAU 的 Tony， 很高兴今次Andy 叫我们过来跟大家见面。我其实我没有太多的什么注景的心都可以分享跟大家，但是我真的很高兴可以过来，因为我也是香港的一个网站的。我是随州田园的管理，我也很明白很难叫大家可以一起过来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都是同一样喜欢随州水草住景的这样子的东西。等一下啊，可能Dave 他有一些照片可以给大家看看，要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等一下再问问我们。其实我们也很多今天也有很多的好朋友，很多老师到这里，说真的，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问大家的，因为我们也不是有很多不明白的东西，也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希望大家可以今天可以一起再分享一下我们喜欢的水草究竟的东西这样子。因为我要是说我是从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对这个水草究竟什么也不知道的人，我是从网站里面学很多东西。在香港可能地方比较小一点，我们很容易可以到香港，也有一个金鱼家的地方，我们哪里有很多店子，我们也很容易可以到哪个店子的哪个金鱼家的地方可以问问大家。我也是因为这样子认识Dave 的，我们也是从大家喜欢的这个水草一帮好的朋友一起玩。比方我们从住景的方面，要是我们有一个我想到的概念，比方说我今年我希望住一个这样子的景，我们会把它说起来大家研究一下可不可以做得到。因为可能我想到的地方有一些对不起，我想不到的地方可能他是想得到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做出来有什么问题，可能我想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我想不到，
但是我要是我们说出来跟大家一起研究的话，可能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地方，他会告诉我啊，可能这样子比较好一点，也多一点大家那个交流。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大家会可能会做得更好一点。还有就是要是比赛的话，刚才K 老师的话我觉得也很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拍一个好的照片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可以把那个我们的水草缸的好的地方拍出来。因为现在很多的比赛也是拿一个照片过去的，不是我们在哪里做的一个缸，他们只可以看到我们的照片，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照片是对一个比赛是很有帮助的。现在我给阿 Dave 跟他们跟大家说一点说话，因为在技巧方面他是比较好很多。大家好，我是周回信，第一次来台湾，很高兴，不过是我的过年不好，请大家多多见谅，所以可能可以等他下来。一般来说，我自己习惯去造一个水草造景，就是去有一个，首先有一个想法，有一个 idea， 专注就是去出郊外走一走，去看一看，找一些资料。我不擅长拍照，但是我很喜欢滑动式，所以我喜欢将那个我喜欢希望对照的景去滑一些草袍去看看我可不可行，跟住就是去小绿怎么叫比方说用什么比如说用一个大的缸子还是用一个小的缸子去做一个造景。因为我是有开电子的，所以我这个条件比较丰富一点。跟住就这个通影我说的都是用那个相机去拍那个setup去小绿那个造景可不可行，因为那个相片比较重要。跟住就差不多了，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普通话也是说的不太好，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水草做景的可能已经不像几年前的一样，因为可能我们已经见到了很多的好的裸体好的胶片，现在可能我们要是在比赛的话，可能要是要想一点比较特别的题材，所以我觉得多看一些胶片。我不是太多去跑到山里去啊，香港也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地方，但是我们会看多一点的书，可能也是一些DVD 的那个风景的 DVD 的，多看一些ID 的，比方台湾的，我之前看过水母凯的朋友也去过那个什么大拉山的地方，我也觉得很漂亮。看到这些风景的，可能会想到一些新的题材。我比方我今年可能我是在巴西的看个哪个伊瓜苏的哪个瀑布，那么我就尝试把它做过来。但是我想的时候可能有刚才我也说过有一些地方可能我自己想的我
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我觉得可以，但是我会问问大家的意见。这个我觉得是从一个网站进去的那个Andy 的啊哈米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多一些交流一下，比方我想到一些新的题材，可以就大家说起来。我从前我也跟过日本的朋友说过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比较喜欢集体想集体住，他们想到的话他不会跟别人说啊，我想到这样子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跟别人说了。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是没有关系，因为要是说，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他不会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过来的。但是要是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所以我觉得要是说出来大家可以多一点的交流，我想不到的地方他会想得到。还有就是那个洗头摸头，就是现在我觉得可能要做一个好的景，可能时间要比较长一点，因为想到了以后可能我们也要找一些素材洗头摸头。因为可能刚才我也说，现在我们很多的眼睛倒不跟从前的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隋朝就铸鼎，可能要看多一点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石头木头的哪方面也是要一点时间找过来。这方面可能香港很多的地方比较集中一点，可以很方便可以找到只是石头摸头，要是找不到的话也可以到大陆的哪边，也是很近。这方面是可能是香港的比较有利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是说真的话也不是，现在也有很多要学的地方。因为今次不是Andy 是说我们的什么是分享的新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跟大家学。今天也有好像谢海兄弟还有小杜宋还有秦老师也过来，我们等一下也有很多的问题要问大家，帕娇啊还有泰老师的他也希望他也有很多的意见给我们怎么样拍一个纪录片。还有要是大家有一些问题，因为Dave 他有一个 iPad， 他里面有一些胶片的但是可能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地方去来，但是要是等一下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再问问我们，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哪个胶片。就是Dave 他喜欢看了一个风景，他刚才也说他去山里跑，看到一个好的他就挖出来。他就是喜欢这样子的挖出来，再看看用什么可不可行。因为我也觉得要是你想到一个住你希望住的隋朝景的话，你挖出来看看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我们也会从我们做的过程我挖的不太好，那么我就会把它趴下来再从电脑下面再看看，再自己修改一下，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好。我觉得这方面，因为我们很多相信大家也是一样，我们想起来的想住的景的话，可能住出来的就是有点不一样的。还有的过程途中可能也有很多地方要修改。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看起来在自己在下面挖挖开一点，这方面也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我已经到过日本 AEA 的那边的很多次，我觉得大家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一次，因为去太多可能会很慢，但是我觉得去一次是对大家，因为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不论是Mr. Amano 还有很多日本的朋友，要是我们给他们看照片，他会给我们很多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意见，哪方面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对，就是我直接去那个县市，也是第一次交钱，就是他自己怕的，因为他也刚才也说他不是太多怕胶片的，但是我们也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好的胶片，好的漂亮的风景，我们就会把它拿下来，再研究一下看看这个方面可不可以。因为进来可能是周婷从来是那个水里面的一个风景的。但是我也觉得今年可能有一点改变，很多也不是做一个水里面的风景，是路下面的，比方说是山，是树，很多的是我们眼睛看见的风景，这方面我觉得，所以多看一些照片，多看一些书，对我们想的方面会有一点帮助。谢谢。在这些